将水平线下方各段落每笔资料间隔设定为三公分，第一个定位点为三公分。选取文字，在格式功能表设定定位点，第一个位置为三公分，按下设定。设定第二个定位点为六公分，因为有六个项目，所以选取设定六个定位点。设定六个定位点，分别为3、6、9、12、15、18，按下确定即可。